29岁嘅2018年港姐季军丁子田，上个月同国行集团太子爷吴杰龙喺意大利佛罗伦斯举行婚礼。丁子田离巢之后，转行喺地产公司担任物业顾问，去年仲同屋企人移居上海。早前丁子田晒出一系列的家居照，同时亦都令到他的豪宅内景曝光。他所住的是翠湖天地，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优越地段，被外界视为是上海豪宅风向指标，深受富豪和艺人欢迎。相中见到他家的装修行现代简约风格，饭厅就有一张至少可以坐六个人的饭台，墙上挂住幅画，露台就摆咗户外凳，落地玻璃采光度十足。丁子田嘅老公背景好慢料噶，系国行集团太子爷，佢爸爸将 Burberry 同埋 Fendi 呢一啲高级品牌带入中国市场。吴杰龙仲喺内地访问时，被冠以香港顶级时尚富豪家族嘅贵公子嘅称号。